现在请纯委员超明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喂，哎，主席，首先有请我们行政院陈院长。哎，陈委员好。那陈院长，陈院长，你是财经、金融、法律的专家，不你也担任过金管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那你在担任这个政务官的时候有没有常常下乡？啊？有没有常常下乡？哦，这个也许频率不高，一个月一次啊。哦，一个月一次啊。是，对。所以啊，你下乡也是一种学问。你下一次高雄的时候，电视就把你招出来，说你的衣服太漂亮了，太好了。那这个我们林秘书长也要跟你讲，配合一下。去个南部啊，哈，穿个朴素嘞，个背线同在一起。像我们要到我们下乡的时候，我们西装在车上马上就换了。我那天穿的夹克已经穿了十几年了。哦，穿了十几年，那报纸就扩大了解释了。嗯。那有没有下乡过苗栗？啊？有没有下乡过苗栗？这我们幕僚在陆续安排当中，嘿。对，就是以前没有下乡过嘛，到苗栗过。就是过去啊。啊。有啊有啊。去的多不多？啊。因为以前那个苗栗地方法院院长是我很好的朋友，那我常常去苗栗啊。好，那你现在对苗栗实际的状况能了解多少？苗栗基本上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县长他很努力，有一些企业计划在推动。你还不怎么了解苗栗，还不怎么认识苗栗，那我也简单跟你报告，我们苗栗县啊，在我们马总统。在我们前行政院吴院长啊全力的支持啊相挺，尤其我们苗栗县的刘县长，他可以说非常务实而且开创的精神啊，积极推动苗栗的县政，所以这几年啊苗栗县的改变也非常的大，也可以说苗栗的进步是看得到的啊，我们刘县长的政绩也有目共睹。我也看到陈委员政见的竞选政见第一项就是要把苗栗变成一个幸福城市嘛。啊，是，所以你讲对了，这句话我听起来就觉得说，哎，你对苗栗有感情，因为你有好朋友在。但是你要讲的苗栗县这几年的转变呢、啊，就是我们的马总统跟我们的前行政院吴院长的全力支持，才有今天这样的改变。啊，今嘛正在改变之中啊。我们已经发展了有进步的啊，你也了解到吧？有没有了解？对，因为这个，我想就是委员政见的第一项嘛，这个要那个14+21那个旗舰计划的一些陆续推动。你对得很熟啊，哦，你对我们委员都很熟。我今卖人讲一句话，就按表的观，已经是囡仔要长大了，小孩子要转大型，所以我们还希望你中央全力的支持，像马总统，像我们吴前兴。行政院长这样子全力来支持我们苗栗县，好不好？就我了解那些旗舰计划里面哈，有些已经完成了，有一些哈还在进行当中。但第五些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职权哈，那他就要提计划出来，那中央看每个部会来怎么支持。你也晓得啊，要缩小城乡差距，第一个要交通的改善，才能产业结构的改变，好才能增加就业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刘县长。跟我们徐耀昌立委还有我本席啊，我们有一个讨论的会在，如果在3年之内啊，你们中央能再支持1000亿来建设苗栗县的时候，我相信啊，会让苗栗县的交通更为顺畅，更为便捷，能让苗栗县的产业结构整个改变，能增加就业人口。苗栗县是好山还是水？绝对让我们地方的产业跟人文观光休闲会一大的进步，我们希望你的帮忙跟支持。这一点你们3年1000亿就好。不是，我跟陈委员报告哈，
部长，你马上来，大概你了解我们很多重大的建设，但是我要讲一句话真重要。你五都里面很多的大建设，你几年的几啊钱要去开？如果你拨了我们三年呐、啊，只要1000亿，你拨一些过来，整个苗栗县都不一样，整个苗栗县脱胎换骨，整个苗栗县变成有前途、有希望、有未来的一个县市。我希望这点你一定要帮忙。部长，你自动上来，我没有叫你上来，你就晓得我要什么东西了，表示你答应了，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不，你有没有答应了？因为我们的计划很多，我们都有列出来了。对了，我想我们这个计划都在推动中，那有些计划需要有预算来支撑了，大概是这样子了。我有一个感觉了，在你们这个环华五都里面的补助经费太多了。我们一个县市乡下的县市要跟你要钱，你们都说经费非常困难，但是那些经费在中央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会让我们整个地方改变。我希望我们的院长，我们交通部的马部长，拜托拜托，你最苗栗最了解，而且你浮选期间也下来，我们成绩也拿得很好，是，所以跟我们再加一把劲好不好？我想我们会尽力啦，这个我想这个在这个地方的建设方面啊，事实上有分工了，属于我们中央可以做的部分，我们不遗余力的。然后有些要地方配合，那有些是要中央补助款的部分，这个就要斟酌整个啊预算的编列情形。我再讲一句话，讲了那么多很多道理，今天提出了一个重点，苗栗正在转型，而且现在转得很成功，就是一定要中央的帮忙，帮帮我们乡下的苗栗县，好不好？让我们变成一个好的县市。好不好，院长？对，我刚才给跟委员报告过，我们会看苗栗县政府一些计划跟哪些部会有关系，请每个部会啊全力的支持，拜托一下。嗯，如果这三年像马总统跟吴前行政院长的支持，苗栗县会变得很快。我们会尽量来努力，但是我们要承诺一个金额了，因为这个金额牵涉总预算以及整个统筹分配款的一个支配的问题。多分配一点啦。乡下的地方资源不要到繁华的，这个都是我们在考虑的。给这个想要做事的县市好不好？开发中的县市好不好？好、哦，这一点很重要了。你要城乡差距，只有这样才能拉近距离啊，不然永远都是这样的情形存在了。城乡的差距还是仍然会长大，这点拜托一下。好，谢谢马部长，谢谢你上台哦。你今天自告奋勇，我非常谢谢你，表示我们很多建设都要靠你了，谢谢。再来啊，我要请我们卫生室的邱市长啊。邱市长，卫生室的。邱市长，快一点，我们时间很宝贵啊。好，谢谢。今天呢、啊，我要针对苗栗县的医疗问题啊，来请教我们邱市长。这样，我当选立法委员以来，我最大的服务在哪里呢？就是你们医疗问题。是。我每天啊，大概就要接的5到10个医疗案件。包括礼拜六、礼拜天，就是我们苗栗乡亲啊，每一次都要找叫我去找病床，到台北找，到新竹找，在台中找。虽然这个过程很完善，但是啊，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7成的浮屠。我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好，很加强，但是也觉得很繁琐。那我也很纳闷，也觉得很悲哀，苗栗县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那现在我提几个为什么，你仔细去思考一下。苗栗县民的健保费也没有少缴，但是我们苗栗乡亲啊，如果发生急重症的时候啊，那要到其他的县市缴，要多花了1个多小时，才能比较获得较好的医疗机会，要花1个多小时。第二个，你再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新竹市立医院它改为台大？训练的时候，大家抢着要进去变化。第三个，你再想想看，为什么新竹县的习立委里面哭泣的要求，竹北生技、台大的生技园区要设立起来？再来第四个，为什么我也想不通，我们卫生室的那属立医院成立了10年，对国公家的资源用的最多，但是在乡下了。的一个县市里面，他的私立医院为什么不能建立人民对他的信赖度？为什么像我现在接到电话就要到台大
就要到长庚，就要新竹的分院，台中的荣总医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健保为我们一样的缴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是，我大概很早就到苗栗去看过，因为我本身也是苗栗人。那么啊，你苗栗通宵人啊？对啊，那么所以我知道这个维工跟大千事实上最近两个医院的发展都很不错，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在进行这个赵万子纪念医院。那个、市长，时间宝贵，我地方上的人，我了解地方，所以建议市长，你能不能把私立医院好的医师全部召集起来，跟台大、跟成大比，跟长庚比？把这些好的医师到乡下边缘的私立医院里面去住镇，去巡回哦，去做医疗的设施，让民众要有信赖感。是，不然很奇怪，一样私立医院为什么我们苗栗的乡亲都要往外送？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也希望你加强补助啊，非都市的私立医院的设备跟人力，好、哦，那你以苗栗医院啊。私立医院当为一个示范的地区，我觉得不错。为什么人都不进去住？哦，第三个，我们苗栗县有一个国家级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所以一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啊，我们也要求你卫生室也要成立一个医院在那边，那个医院刚好中心点，如果你成立起来，可以解决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的医疗问题，把它盖得更大，请更好的专家来这边的时候，就不用送得那么远。再来第四点，我们苗栗县也成立了一个后龙医疗园区啊，我希望啊，我们的卫生室要全力的支持，哦，让它成为一个地方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中心，不要让所有的那个。那个患者啊，集中到台大，集中到成大，集中到长庚大型的医院，还有台大区的财团所保持的医院。那为什么一个县市的医院这么久的时候还不能建起它的信赖度跟它的信用度啊？尤其私立医院，你们真的要加强改进啊！你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那个报告委员哈，那个后龙医疗园区哈，事实上是跟国卫院有在合作啊，所以事实上国卫院也会支持。哎，国卫院的时候能不能成立一个医院在那边？对，他现在目前他的土地很大哦。他现在当时核准的时候就是跟后龙医疗园区要合作，所以他自己事实上医疗人才没有，他是研究为主轴。那、啊、你能不能把苗栗的苗栗医院把它夹在里面？我想会派很多专家在那边提升它的水准，不要用外送啊。好，这个一定，我们现在目前在努力在提升所有的。没有多久能得到这个答案。好，我想我们一定尽快，这个是目前。你其他的民间医院我们不能讲话，但是最起码你私立医院建立起来的时候，好的医疗制度的话，人家往那边送。独立医院我们已经在全力在努力，我想很快会看到。哎，您不要光跟我官司的答话，我了解很多问题啊。是，不是按你公共的贵啊嘞？我在。按照按你便宜一点，建立不了让民众信赖，说啊、哦，我有急诊的话送到那边去。是，这都要时间呐，不过我很努力，一定努力。这个好，我们拜托一下。好，这个真重要。OK。对表的较重要。好，好不好？ Okay. 好，今天我纯粹讲地方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好，谢谢。啊，多久的时间要回复这个问题？多久的时间呢、啊？我大概要改进苗栗的医疗设施啊！我这个民间的医院我不谈，我这做一个规划，自己要拼的。给委员啊、哦，好不好？好。哎、啊，那国家卫生院研究院的时候，能不能设立医院？对，那个我他现在已经在跟后龙园区在合作。啊，全力支持一下，对，好不好？我一定全力支持。好，好再来，我要请教我们苗栗县自来水的问题，我们经济部长、司部长麻烦一下。司部长，陈委你好。苗栗县有四座水库：里潭、明德、永和山、大埔水库。不管在民生、工业、农业都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但是这四座水库啊，好、哦、都是在水库水资源的保护区里面，14乡镇，但是你们到现在都没有回馈。
用水的时候你们都不用回馈啊，啊，水库水资源保护区受限的非常大，了解，对我们地方的发展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在，你了解不了解这样的情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的确苗栗县整个的水库很多，对中部地区的水资源贡献很大，这个我们了解。第二个委员报告是说，委员提到，因为它是水库，所以都有一些限制。它有没有回馈？都是限制在里面。啊，你们用水有没有回馈啊？重点讲，我们都了解你讲的。水库本身有一些回馈。所以我们苗栗县厂长觉得我们是赔的夫人又折兵啊。经费大概是不高，我们了解是的。啊？我好像没有。我所了解那个每个水库都它一些固定的回馈的经费，但经费并不高，这个我们了解是的。啊，几十年拢安尼底啊，你拢唔来改观？好像用水很自然的样子。我们苗栗水都是给外面在用，永和山是给新竹在用啊，鲤鱼潭给台中在用啊。我们苗栗一点收益都没有，发展又要受到限制，还有没有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苗栗县真的是赔的夫人又折兵哎，没有一点收益啊！啊，部长，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解决啊？可能委员提到是有关回馈的方式，以及这整个。啊，这些地区的这一些无自来水地区该怎么改善的问题，我们乐意呢，也应该来做进一步的改善。啊，不要进一步改善，我希望院长听好，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们真的会抗争。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好好的方案，我本协会参加这个抗争，那我参加抗争的时候，我相信精彩可期。不要把这种话当作耳边哦。还有院长最要说的是什么？我们是水资源。水库水资源的保护区，我们有14个乡镇，它的自来水普及率啊才53%，所以今天我要求你经济部长，我有水库那么多的在地方用不到自来水，所以我也特别要求水利署，你们自来水在评比的时候，不应该说以现在钱最少的有补助。你应该是自来水普及率最低的地方要开始补助，所以我希望你要求水利署把自来水补助的评比比例啊，要把苗栗县提到到50%，因为我下乡接到这个案子太多了，你有没有办法做到？啊，陈委员说的那个整个没有自来水地区的这个机制，它有个评比的机制哈，但评比有一个标准啊，你那个标准不合理的，是该检讨。你现在说13万的先优先，一户13万的，50万、25万在后面，但是我是水库水资源保护区，那为什么不以我们这个地方先补助？我们可能要25万，但是我水给你们白白用了，我没有一点收益，这点你们都做不到，我真的要修改。我希望苗栗县的普及率。哦，在3年以内能把它提升到80到90，好不好？现在才53% 而已。委员所提的有关这个评比的标准来做检讨，我们会来做，会来做。部长，从省议员认识你到现在，不要讲说来做，我希望你们确实去考虑我们所讲的问题，不是你人公共问的帮你说啊，这个非常不合理啊，而且我再不容许，尤其啊。你水利署跟你自来水公司对苗栗县这样不公不义的现象，啊，院长你也仔细听好，四座水库，普及率全省倒数第二名的，我们情有何堪呢、啊？刚才用过呢，连七点半都拢无好问，安尼哪丢？不要把这个问题拖延下来。了解。还有像鲤鱼潭水库啊，你每天要20万吨的水给我们苗栗县灌溉啊，16年呢。你们没有一点水够给我们苗栗县在灌溉啊？刚才中央甲问贵鬼啊，注重大台中不注重苗栗县啊？院长，确确实解决，部长，你要有能力解决。啊，你们不要因为经费的庞大去把我们拖延了、哦。你们五都在建设几个大的建设，经费那么庞大，你们就会讲说没有，就不会讲说没有建设经费。为什么我们要一点钱？你们都讲我们。没有建设经费庞大，没有建设经费、啊、我希望这个问题真的你们要面临去解决，不要再拖延了，好不好？部长，了解，你有了解吗？我了解。啊，院长，你要不要答应？我问我说要得到我所要的东西、哦。陈委员还没开始讲的时候，施部长就提到了这个自来水普及率的问题，他会重视。一开始他就提到了，
提到了不对啊，但是方式不对啊。时间很宝贵，我希望你看。既有的机制，我们会来检讨。一定要检讨。了解。在水库多的地区，在自来水普及率不高的地区优先的考虑，不要以前去比较，好不好？这是很不公平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检讨。还要补助多一点啦、啊！你们今年才骗了3.8亿，不够用啊。我想委员讲是讲那个无自来水地区那个供水改善计划嘛。谢谢，我希望能解决，而且能很尽快的得到你们答复。再来，再请农委会院长，你也不用打，给他们去打，你了解就好，你做决策就好，跟我讲 yes or no， 要不要解决就好。有些事情我刚好知道，我想也可以说明一下。哎，陈主任。是在选举期间、啊、我下乡，我看到农委会在推展我们农村再生的计划，如火如荼，我看到很高兴，啊也很担忧。高兴的是已经信任地方人士，要自己的地方要好。但是我担忧了什么？你们可能都不了解，地方的派系会产生。第二个，你们法律作业不够作业，将来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且这个饼很大，我希望我们村主委你要注意这种现象，不是随便跟你讲一讲。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你，你们的水土保持局啊，水土保持局是做野溪整治的，对不对？是。现在水土保持局啊，竟然不务正业去做农村再生再造，哦，种了那些花花草草。我跟你讲，好看不重要，所以我们了解地方。你野溪整治不做好，将来水灾都从那个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也希望你把水土保持回归到本业，不要不务正业，把野溪整治好。所以农村再生的计划里面，我希望你要以有野溪整治的地方为第一个优先。你们人做个爱讲起来，大家拢咪想一堆变啊钱体啊，但是野溪整治将会整个减少，将来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点你有没有注意？有，我了解。你有没有了解？我了解。啊，你有没有要改进？我们会按照每一个县市的特性跟个案。不是特性啊，你讲官话我听不进去啦。我们都很了解嘛。是。你要在野溪有野溪的地方列为第一个优先单位，唔谈情绪怕剩余，安尼好不？是。好不好？好。还有第二点，你们今年农路啊也都没有偏列，那我希望以前你们有三个年度里面偏列的。将近100亿啊，农路你现在没有的时候，地方的农路非常的重要啊，对农产品的运输的方便也更为重要。我希望你们这边要列出来，院长这个可能不晓得，但是我们在乡下我们很了解农路在地方的需要非常的大，希望你们在编列特别预算好不好？是。诸位快一点答，时间有限。好，那个过去3年是特别预算，那我们今年呢没有这个特别预算，以后我们也请我们的秘书长就我们的预算里面，我们会优先来做农路的这一个你哪里的预算？你不能够轻彩公共的呀、啊。没啦，内行对内行，唔通乱讲话。没，好不好？农路很重要。哦，我们到处去哪里都要拜托做农路了。是。哦，对农业的交通运输都非常重要，好不好？是。好，谢谢。啊，这个开始有影无？不急也无急。我们现在有在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有在好做协调。好，谢谢，谢谢。那我再请教我们那个劳委会王志伟。王志伟，我下乡的时候碰过您两次。是。看起来你非常关心苗栗县的劳工权益，是，但是我看起来事实不是这样子。客委会的黄志伟你也来这边，我调查了一下，你们在关于这个职业训练中心里面啊，就是你们职训局所属的职训中心里面，你们新北市就有两个职训中心，好、哦，而、啊、你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有职训中心，那其他的县市里面，基隆市有训练场，桃园县有职训中心，宜兰县有职训中心，花莲、彰化、云林都有。那诸位刚刚有
立委问到你说啊，地方的产业、客家产业的特色，啊，很奇怪呢，为什么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都没这个地方，也没有职训中心，也没有训练场，也没有劳工娱乐的学院？啊，你对劳工权利有什么帮忙？是跟委员报告。哎，我甲整个所在，恁看甲无，恁就歪去做呀。没啦，跟委员报告哦。其实我们劳委会的职训中心，我们总共有五个职训中心，所以只有五个县市有我们自己直属的或我们自己设的职训中心。这三个县市是最重要的客家县哦。但是。是吧？总统赢这次总统选举最重要的地区啊，黄志伟啊。是，那但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职训还有额外的职训，我时间有限，剩下五分钟，你能不能在这个三个县市里面设一个职训中心？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是台北的不需要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太多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哦，有委外办理的职训。不要委外办了，我要职训中心嘛。跟委员报告，我们可以承诺的就是说，我们三个县市没有办法一个吗？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可以承诺的就是说，在新竹当地啊，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场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一定训练的一个可能性。院长可以不可以？我无听你那些道理，安怎袂用说的？因包围的用说，阮三个县市不能设立一个，是阮阿爸是恁无合理。各位包括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当地新竹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地的时候，那为什么在新竹不能有一个训练的点？苗栗也三个县市，苗栗已经有一个点，苗栗已经有一个点，因为我直接跟县长谈的。那个点不能看呐、啊，啊，有强辩呐、啊，好不好？讲得这样明白，你还听不懂？跟我们报告，那个苗栗那个点，我们跟县长谈好，是县长提供一个场地，然后我们的职训是我们派人到那个地方去设那个点。那其他的县市我们可以比照办理。不是其他，我三个县市设一个职训中心，来帮忙这些劳工的问题。客家人很勤俭，很朴实，很爱面子，不敢讲。那个黄志伟啊，两个一起，那个院长切切实实要设立起来。你们劳工设那个小点，就表示有做了。你们大的都在大都市里面，我们乡下地方你不照顾啊？我们苗栗正在转型啊，我们需要这些职业的训练所来增加我们地方的生产效率啊。麦克共啊，好不好？院长，我讲的都是有凭有据啊。是我了解，那个其实劳委会它有自己直接管辖的那个职训中心，也有一些是委办的哈。那刚才这个我会专案再来问这个问题。好，王主委不要口而不讳。希望在这个地方能真正能做起来，好不好？职训中心对于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非常的重要，不要设一个学校当为一个据点，就是你们的功劳。干了几台机还伫那做什么代志？不要欺骗我们百姓，好不好？院长，加强注意啊！那个客委会主委一大病，客家职训中心在那边设立起来，拜托一下，谢谢。啊，我们先那个文建会龙主委。请龙主委。哎，龙主委有没有在？我是国语不标准还是听不清楚？怎么都反应很慢。陈委员早安。哎呀，早。跟文人作家讲话要小心，但是我看过你很多书，尤其啊，你有一本《大江大海1949》，你写的这个变迁啊，说你没有文人相亲。你刚刚上任也讲了一句话，非常有道理。你说你要像一颗糖溶于水，好、哦、结合在一起。那现在我一个建议，我们苗栗县成立了一座国际级的苗北文艺中心，那我感触很深，因为我们要自负盈亏。但是我下乡的时候碰到那60几岁的老人在那边当义工，他们很希望能到苗北文艺演艺中心去聆听那些。哎，国际级高享受的一种音乐会，但是票价很高啊。所以我在里面，我想到什么叫文艺下乡？你真的要溶于水？我建议一个方案，好不好？补助那些65岁的老人或是老父亲，让他们像结婚的时候，打着领裤带，穿着皮鞋，穿着像吸着老婆，到演艺中心。在电视上看到那欧美人士都带着美女这样到演艺中心里面来享受那高级的气氛，但是台北仅用卡巴五都的人都很有钱，我们乡下没有钱，你们用高我地方上去真正的了解一下这个真正的文艺下乡。阿公有去过，阿妈有去过，会告诉他儿子，告诉他孙子，在那个地方有多好，
自然就会把文艺的水准提高起来。所以我在此也特别拜托补置苗栗县当为一个示范地区，好、哦、让那些老人家能到那个地方里面去享受真的一个高级演艺厅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这一点可能你感受不到，但是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台北怎么那么好的地方，我们乡下的都不能到那好的地方，享受不到，不能一言也嘛。所以你要用好像补助年轻人的专案这样来补助那老人家，比你推动什么文艺下，哎，文艺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建议可能你第一次听到了，有没有听懂？有，陈委员，我觉得你的建议哦，就是说实际的执行上需要就是说全盘的很细致的去考量，但是您的那个用心跟利益，我非常的赞成。哦，你跟我下来一趟，因为执行的时间很短，但是做起来的效果绝对你会意想不到。你不要看到台北这五都里面每次都非常晚，在乡下。好，时间到，谢谢。好。好。好，咨询时间到，谢谢。